闯一闯，我们志气要比天还高。云啊轻轻飘过来，梦中轮廓一点点透露出来，飞吧飞吧，飞过黎明和夜晚，啦啦啦啦，风啊轻轻吹过来，梦想翅膀流星天空中划过，穿越时空回到这梦想的地方。能做出最美味的菜。他和我一样粗心呢。你是谁？他应该是在掉下来的时候脑部受到撞击，所以意识失忆了。所以说他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对呀，我记得我来星星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的。什么任务？不记得了。那个外星人来星星球是有个很重要的任务。报告，特务说那个外星人来星星球是有个很重要的任务的。我听到了，还有你们说。重要任务？难道这个外星人也是来袭击星星球的？以后别起熊特务，他的收费很贵的。那个蚊子特务 J 呢？报告，他请产假了。博士，你帮我起个名字吧。名字？蟑螂。蟑螂？咦，这也不错呀。好吧，我以后就叫蟑螂了。我是蟑螂，我是蟑螂，我是蟑螂，我是蟑螂。只有玫瑰的神秘才能衬托出我高贵的气质，也只有我才能把玫瑰显得更娇艳。啊！花心超人，我有名字了。啊，好漂亮的花呀，是送给我的吗？谢谢。对了，我有名字了，叫蟑螂，以后你就叫我蟑螂吧。哇，好漂亮的花呀。是呀，好漂亮啊，是花心超人送我的。花心超人从来都没有送过花给我。贴心超人，你去哪儿呀？我去买菜。买菜？我也去。这个我也想
想给你吃，可是你想吃的也太多了。可是这个看上去好好吃啊。好吧，我再去找找看有没有好吃的。怎么去那么久啊？看你往哪儿跑，小小快下士。是将军。怎么样，怕了吧？将军，我搞错位置了。听着，你已经被我们绑架了。绑架好不好玩呀？当然好玩，你想去狮子洞还是鳄鱼谷啊？先去狮子洞吧。等等，快，将军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啊！怎么他这么厉害呀？绑架真好玩，你们想去狮子洞还是鳄鱼谷呢？我们哪儿也不想去。原来我出来那么久了，今天先不玩了。我要回家啦！你得解开我们呀！蟑螂他人生地不熟，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？万一他饿倒在路边怎么办？好了好了，我马上去找他就是了。我回来啦！你回来就好。甜心超人呢？水准，甜心超人那些根本没法比。就是就是，好好吃啊！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我再多订点。嫌我做的不好吃，我还没嫌累呢。好啊，既然有了蟑螂，都不用理我了，我不回去啦。甜心超人，甜心超人，我们分头找吧。甜心超人失踪这么久，会不会遇到危险了呢？你好啊。请问你有见过甜心超人吗？刚才有人叫我吗？甜心超人，当然有见过。那你带我去吧。为什么要把我绑着？因为这样才能把你送到甜心超人那儿啊。不行，你们这样绑不好的。要像我这样，知道吗？少小快下士。是。是你逼我的。蟑螂，小心！
蟑螂哪有蟑螂啊？等等，关将军！什么？甜心超人，你没事就好了。嗯，大家都很担心你，到处在找你呢。大家都在找我吗？只差一个发动机，飞船就可以行驶了。它有自动导航系统，可以把蟑螂带回属于它的星球。可是，应该到哪里去找发动机呢？不知道。发动机？那就给他发动机。车务机不是请产假了吧？是的，将军。这是他儿子。流星啊流星，我希望有一个发动机能让蟑螂回到属于他的地方。再见了各位，我会想念你们的。再见。终于把他送走了。这是什么？灰心星球密函。灰心星球编号9394，名字蟑螂。它真的叫蟑螂啊！来星星球的任务是来接回两个灰心星球人。我们也是灰心星球人哦。他是来接我们的，我们在这儿啊，我们要回去啊，我们在这儿。我欢欣大海，欢欣山脉，我欢欣沙漠，处处充满色彩美丽的地方。开心往前飞，就算有一我们只需要比天还高。